今天江室友来我家，没什么。我说：“嗨，阿南。”我给他拿了拖鞋，他换了鞋，他把袋子放下，在我房间看看桌子，看看吊灯，看看沙发，又看了看你们。你不是说带好吃的了吗？他回头看我，笑了，然后去了厨房。他手一滑，菜好了。这能吃吗？我们准备吃饭，我挑了一瓶雪，我懒得开，把雪瓶递给他。他手一滑，雪瓶打开了，很好用。我拿起刀叉，叉了块毛血旺，我切。我没吃过凝固的，通常这是不新鲜的。我忍着吃下去，结果好吃。我们吃了四分之一、四分之二，吃完了。啊，好久没吃这么多了。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会做饭？”他看了看衣服，说。那怎么没有见过你妹妹？我感觉气氛不对，想帮她收拾一下，结果她手一滑，桌子干净了。她说：“她出去了很久，我有点担心。”我打开门，他刚好回来，他对我笑。我家来了个熊孩子。欢迎来到江室阿南的厨房，今天阿南老师要教大家毛血旺最简单的制作方法。首先是食材的挑选，我们看到阿南老师对他的食材非常满意。食材中冒出一个蒜头，阿南老师毫不留情。接下来就是关键步骤了，大家一定要仔细看清楚。阿南老师把手一挥，毛血旺完成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今天江室阿南的厨房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。